夏承安吗？不记得我了？我们初中同过班啊，一起抢过小帆的最后一只烤串。安安哥，还给我！嘿，承安，还给我！你是丁伟？是呀，真是好久不见了，没想到咱们俩竟然能同班啊！各位同学，早上好。 开学第一天就上数学课，大家一定很不开心吧？我是郑坤，是你们的数学老师，同时也是你们的化学老师，所以这学期你们跟我见面的机会会非常多。下面开始点名，大家拿起手上的腕表，放在桌子的右下方。 随玉，没来。随玉，认识。暑假的时候和他一起打过球，他体力好像不怎么样，球打得也不怎么好，但是食量特别大。我跟他打完球去吃排骨饭，他一口气吃了三个人的份。咱们一班的同学大多都是从初中部一块升学上来的，所以彼此之间应该非常熟悉了。但是呢，有两位同学是从外校来到玉贤的。 请夏承安、陈浩轩起立，让大家认识一下夏承安同学。之前在国外待了一段时间，这学期才回国上高中，大家要多帮助他适应环境。陈浩轩同学呢，从初中开始数学成绩就非常优异，所以老师决定派他代表玉贤高中参加奥林匹克数学竞赛。你之后可以不用去上体育课，多花些时间做题、做准备。真可怜呐。 体育课不能上，多郁闷啊！大家给陈浩轩同学鼓励鼓励。好了，今天是第一堂课，大家可以轻松一点。
孙教授，哎，他是不是醒了？你是不是眼花了呀？还没到我们设置的启动时间呢。陈教授，嗯，你快过来。要是咱俩不同班就好了，让他上体育课，我就可以让你模仿我来好了。不过嘛，我这张英俊的脸，你可模仿不来。对，我是模仿不来你那英俊的脸，还有你那肚子。兄弟，那么久没见，你好歹给我留点面子吧。安第一天上学就迟到，老师会不会不高兴啊？是你要他吃完早餐才走的，要不然怎么会迟到？青少年哪有不吃早餐的呀？好好好，我老说不过你。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啊，项目都已经结束了，怎么公司里没有记录啊？不可能啊，他不是把公司的拨款证明给我们看吗？可是我怎么都找不到呀，他会不会在骗我呢？其实我是在保留实力。你有什么实力啊？他们都知道我吃烤肉有多快的，我这手还没拿，嘴还没张，烤肉就到肚子里了。小三，你过来一下。
从这个全身扫描的情况来看，还需要再看他们在昏迷之间有什么样的介护跟看吗？有的，我们都有全程的护士陪护。那如果他们在昏迷中有任何变化，请您务必立刻。我马上通知，没问题。谢谢您的协助。夏同学，我是国家 AI 管理局的特派员，我姓张，有件事想请教您一下，方便过来好吗？这些图片我想请你看一下，这是我们从你爸爸车上的行车记录仪的画面截取出来的。根据图片的显示，拦他们车的是一个 AI，特征是蓝色的眼睛。一个 AI， 为什么 AI 受到阿西莫夫模块的限制，所以基本上他们不可能攻击人类，但是这个蓝眼睛的 AI 似乎是最新的机型，所以详细的状况我们还不清楚。这是我的名片，最近如果你察觉家里附近或是你身边有什么可疑的 AI， 不要怕，赶紧跟叔叔说，好吗？哎，许教授，陈老师，哎，醒醒醒醒，许教授，陈老师，陈老师，醒醒醒醒，主任，主任，雷冰。是不是他攻击了你们，然后跑掉了？不是，他提早苏醒了，自己扯下这条线走的。你们到底有没有按照我的要求，把他的各项仿生生理阈值调到最高啊？调了，只是我忽略了一点。但他的动力数值调到最高的时候，竟然会直接影响他苏醒的时间，真的很抱歉。没关系，可能是他不愿意再跟我们这些凡夫俗子们继续混在一块儿了吧。他会逃到哪里去呢？我真是担心他要是跑到大街上把别人吓到了该怎么办。怎么办怎么办，继续找啊，在 AI 管理局把他发现之前赶紧把他从大街上给我找回来。是吧，去。郭敬明同名小说改编《幻城》乐视视频即将开播。梦想的约定，未来的荆棘，别怀疑，所有秘密都解开谜底。青春的剧情是未知的命运，逆风不畏惧。我们来自不同的路径，却想往同个方向前进。也许沿路会充满着危机，阻挡了光明。没关系，我们有百分百的勇气，热情转身后还会再继续。下过雨会看见美丽天气，梦只要相信。哪怕会遇到更多的危险袭击，有你坚定的友情，不怕暴风雨。一加一再加一，燃烧着的情，你掏心，我和你的绝保持结局是精彩可期。一第三次 action， 开康，好，三二三，来。好，
了。